连锁素食业龙头在花莲这家门市外头被外送员团团包围，全都在等待外送餐点。原因竟然是因为花莲只剩这家有外送。对，因为就剩这家外送啦。你没有看到那么里面的那个几台那个机那个单子超多的。超满的，是做不出来这样子。对，网友抛出照片，立刻引发网友热议，感觉全花莲的外送都跑来了。这家店的营业额铁定达标，你的餐点正在场外决斗，甚至还调出前员工留言。身为前员工，我只能说累翻，本来就挺忙的，现在只剩我们跟爱买店，谢喽。这一家连锁素食业者在花莲共有四间门市，四月三号地震后，吉安分店成围楼，准备拆除，立即停业。位于蓝天丽池正对面的分店也被迫歇业三周。只剩下两间还有营业，但原百店没有外送，所以全体订单全都集中到中山店。一定等很久啊，一定都做不出来啊，有时候你不接也不行啊。订单多到炸裂，外送员排队也排到无奈，甚至经常有人选择弃单。本来就是外送热点的中山店，现在遭到外送员包围，成了花莲另类奇境。记者刘启娇、朱君毅，花莲报道。